老铁们，五斤一次的大澳龙啊，看看肉怎么样？看一下。哎呦！啊！这次下这么好，我得给我最爱的人吃。二姐，来。想的是要赶快恢复的心情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有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能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的风景，想用梦里的主题你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。亲爱的老铁们，别那个双击，感谢。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，或许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。